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孙禄堂武学文化里的一个五行连环。五行连环呢是孙禄堂根据这个五行拳编的，它是以气之流行啊，这阴阳变化。我学的这趟五行连环啊，是跟连凤祥老师学的。连凤祥呢跟孙建云学的，孙建云呢他跟他父亲孙禄堂学拳。啊，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五行拳的特点。特点呢，它主要是把这五行拳啊，它这个编排在一起，它是一个阵法啊，它有前打、后打啊、左右打啊、连环崩，它那井炸、虚灵顶进、爆发，它是神正、神正、势正高远，它的变化多，它主要是以三体式为技击，技击装，他刚劲有力，精神饱满，丹田鼓荡，这是他的三体装。那么侧面的练习，这个孙禄堂这个五行连环呢，它有独到之处，攻击起势，四象变三态，它叫中正啊，这叫中和之气。中和之力，丹田鼓荡，啊，前手撑，后手颤，两脚往外跑进，啊，要挥远。第一个攥好拳，要攥拳如卷饼，啊，就攥到中指，啊，要蓄力顶进，松肩，坠肘，啊，一抬到手，转转身，啊，进步崩，退步挂，退步。击也打，推也打，竖也打，竖不崩，刚劲有力，挂手，掰开两翅，锁打，破腿，或者破手啊，缩手啊，锁手，这个手背啊，叫手心，叫丹田骨大，抛拳，挑崩以后，轻的很倒。面部啊，面部去，屁股拧住，戳太严啊，戳到后，气沉丹田，脚踩啊，力起一脚，主打一腰啊，行一指，穿倒，包裹，火化，混远，接到手，啊，这就。四步飞攻，啊，走到后，顶开腰后，掐，钻，一个撞肉，踹，啊，怎么踩，擦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你连环吧，左手，推身，往倒放肉，主力之等，上进下取，下进上取。这边崩，这边崩，竖崩，摆个两翅，出去，看着，包裹，回身，这边崩。
下面我把这个五行连环拳呢分解一下啊，变一人记一马，这是我的徒弟马立群先生啊，干三体，先无极桩起势啊，先无极桩啊，心里什么不要想，两手垂直啊，中指在裤缝，要虚力拧劲啊，眼要平视啊，脚呢90度角啊，如立地之杆，说的跟杆一样，杆子一样啊，脚如在沙漠之中啊，心里空空洞洞，无你我他，很自然。扣顶、竖向、折顶、提肛啊，松抻夹脊啊，一张横弓啊，那是一张弓啊，弓背啊，立弓啊，命门要撑啊，命门是一张弓具备啊，扣几张弓来啊，两个胳膊啊，两腿四项的鸡腿啊，这得有独立之能啊，这得隆身，这个隆啊，隆它这三根指这儿啊。啊，它有折叠之力，它的力点很中正。右手食指啊，这中指跟食指啊相搭，如虎跃离穴，扑食啊，往前撑开，变成三头桩啊，这三头桩要做胯要缩要缩胯做腰啊，我有一处不远。啊，前面三分劲，后边干七分劲，45度角，啊，踩在一条线上，那叫三尖相对，啊，手尖、脚尖、臂尖三点成一线，啊，有坠肘、踏腕、撑掌、虎口要圆，食指要条，五指各分，这劳宫穴可以打开，还有缩力，刚好是缩力，有踏的劲，撑上力，有提肛卸铃，啊，有虚力拧劲，有气沉丹田。啊，一手丹田啊，就可以攥成拳头，攥拳如卷饼啊，大指攥到食指、中指中间，眼看对这个食指的中，前面三分劲啊，后边七分劲，这会往前崩，顺不崩啊，得顺不崩，这是一个阵法啊，就是退不崩是退不打。后脚往后退，退步崩，这进步崩，啊，退步，啊，后脚退，前退后踩，退步崩，啊，退步崩啊，这叫果报，对方心口，这肩子骨不要太低，低的气在啊，他故意超高，后边顶着劲，这膝盖一定要顶着前脚这个窝，重心要在正中一点，膝盖顶劲，沉住气，啊，放松，啊，膝盖顶劲。啊，前脚45度角，顺不崩，啊，给顺不崩，啊，这地儿啊，这圈呢，不要高，啊，也不要低，我要撇，我要这边要是为舍啊，这边有顺线，这里要顺线，这是一个窝，啊，这个窝，肘前窝，都有一处不冤的，这冤面积大，得承受力，顺不崩。掰个楞翅，把那个挂上，挂开，给掰开楞翅，掰开楞翅啊，这个手法呀，啊，我得说一下，啊，我摘两个啊，对方用面部打来以后，又盖，啊，这掰开楞翅属于相当快，打正面，侧面也可以全打，都可以掰，这都叫掰开楞翅，一打到中。啊，这就掰开了。还有啊，破脚，大脚要踢咱们膝盖，也可以使掰开两指。炸！说对方手打来，这不崩啊，得挂手，要是挂手，一发力都出。退不崩啊，他主要是哎，对方低盘啊，打软肋，你放力出去。左手，这个鼻尖儿一定冲脚尖儿，因为这是个透视啊。肩肘往下去，透手多，哪儿可以打人啊？靠起来，是不是靠？坐垮，踏中门啊，脚踏中门站，咱们就伸下，咱往那打，辛苦。
扣子。这一块，咱们先说手，把心脏拿来，他给砸啊，或者给砸折了啊，这都可以。缩手，他这一缩手以后，他就挂起，这一挂，缩手抛掉，但咱还有脚了啊，缩手啊，你还可以踹啊，这都可以了，才射的。这是缩手，抛拳呢，破腿啊，对方腿打。说能能能啊，我是放他了。说能能能，抛拳变化很多，这个缩手抛拳，因为他的顾名思义，他这拳打了以后，往我中盘、底盘，他打了以后，看到来这里有，假设这拳打了，看这手啊，这拳啊，变成背盖的，这叫一盖啊，满脸黄啊，给打坏了，缩手抛拳。就看他，轻看，太，面部，的话，鹰桌，就给你退过鹰桌，穿他，的眼不穿他火。这个手法，这个无形连环的人，这阵法的凶猛。假设对方这拳叫我面部打了，看，一下子。出的后或者出的眼都可以，挂挂，这手相当快啊，变化很多了啊，这都锁住啊，这都锁，这又可以，都可以，挂的时候这个腿啊，虚的都是腿啊，手踹就踹，变化很多了，挂以后紧接着他补上，对方肯定要破这手，一破又锁上。他钻过女环，水位钻落位环呢，啊，他讲切打落位，打起落入水中反浪，也得变化相当快，锁住，包括撑住，踏住，举高桩出来，举高桩起来，牵腿起来，滚起来，挂他手，这个膝盖跟肘要保持相应二寸，八零，小腿横挂。横挂就是挂对方腿啊，踹后腿，准错，劈，连环三拳，连帽一、二、三，连帽正常出，正常出，只要前他这个手要往我面部一打，这一接还没使呢啊，这一使他不会窜，他连帽，因为他这连帽正常出啊，打以后一个上去。连环蒙起，他手不管出都快，他杀死剑是剑力线，破也不怕，磨破也不怕，好，下边我介绍一下这个五行拳里边的五行相生相克的基本变化。相生相克主要是对方劈崩拳，它属木啊，崩拳属木，它属肝啊，在五脏里呢它属肝脏啊，在五行里呢它属木啊，我这个劈拳呢啊在五行属金啊，有金克木，在五脏里属肺，劈啊它主要是克对方，劈拳未斩啊，这都可以啊，它都可以斩，都可以劈啊，这劈拳啊，或崩拳，崩拳呢啊，还要破我这个劈拳，连炮拳啊，在五行里呢啊，它属火啊，在内它属心，它变过来了啊，还要破我这个劈拳啊，它挑打我呢。要往下劈他，要变钻拳，就破他这个啊，破这个炮拳。钻拳属水嘛，自闪的，如闪电一样啊。他在无形里属水啊，属内啊，属肾，
他如此，武艺气质曲曲流畅啊，如水无孔不入。这左拳拿水了，破还是炮拳？破哪是炮拳呢？还是炮拳呢？啊，属火。别吐，啊，别吐了啊！横拳就破我这个短拳，六步破我这手。因为啥？啊，炮拳属火啊，土呢土是万物，是横拳破我的短拳。这横拳在五脏里啊，啊，它属脾。啊，脾和万物啊，就是在五行属土，他一破我啊，他又横拳一拨落我啊，一破我，我崩拳啊，我就崩拳，我给他破他的横拳。中间属木，就放没了，就破啊，这是基本的啊，这是相生相克啊，这是很简单啊。下面用这土的我俩打一遍。什么不要想，不思无念啊，空空洞洞，九十度角啊，九十度角，食指啊竖下变四十五度，变四十五度，虚虚拉开四下，要有神意，要有神意，变出三配装来，然后再进击装，它的变化很多呢，这个基本套路啊。他打崩拳啊，我劈拳，劈拳为斩呐，为斩子为撑出我的。风拳有千斤之力啊，啊有撑啊，它有上挑之意。但是我是撑出我，我撑着我就撑下去，啊一下子撑下去，这是物理现象，那这都有力学原理。啊又崩，啊又崩啊，又不累啊，它都别挂了，挂了都可以挂啊，又崩，继续崩，嘿，啊这给劈下来斩下来，把力给撑下来，啊将来可以裸，啊将来都可以裸带。变化很多了，啊，这回继续崩，继续崩，继续崩，我劈拳破崩拳，啊，劈崩拳，他只要崩过来，我克他，因为他紧克木，啊，紧克木，啊，这脚又我躺着他，埋着他，啊，这可以扣木，我可以变化，啊，这个提起这个乞丐啊，啊，可以攻，啊，退攻，啊，退攻，啊，爆发力。啊，相当强！啊，他过来！啊，他崩！啊，他继续崩，继续斩，还崩，劈！啊，他劈了，打肩头也行，打面部也行，啊，他炮拳，他生炮拳，啊，还要破我这个劈拳，啊，虎克金嘛，啊，姓罗，我破了，破了他就做胯，就炸力了。我呢，又沉住气，有功力的可以吸住他。他是乏力，可以吸住他，啊，可以给他顶去，乏力可以顶住啊。对方崩拳，发受力，注心口，注心口打，啊，不要会憋的拳是缩跑，他不跑，啊，他鼓荡，他鼓荡，他是一气一紧张，乏力，嘿，啊，吸进来，吸进来鼓荡，俩肩一扣，啊，胯往下一坐，一松身。这都可以斩啊，这是啊，啪，直接放啊，这都可以啊，这变化很多的啊，假设这边也是如此啊，这相相克嘛啊，肩头啊，肩头这乏力受力点，穿透刃穿透力啊，近端一不断，要打他的后肩上去，你打这人他这不行啊，人家要变化，有螺旋了，打他的后肩，后肩。还有上挑之意啊，对方拳呢，相向克嘛，上挑之意，斩他这个收去，啊，斩他收去，啊，收到，然后力再大，啊，他可以给撑下来，啊，撑下来，他有裸带，这都有啊，他这个裸带，你别看裸带呀，这裸带这个手，啊，用他这个力点，就截住，啊，他就截住，截住，食指啊，这指啊，用钢叉接到气血，或者是做胯。半边根崩出去啊，反崩，因为它这个它这变化很多了啊，这是紧克木啊啊，还紧克木，继续崩，紧克木啊，这劈他
就是持住，我便钻拳，破他这个炮去，他属火也无所谓，我属水，我也阵脚，阵脚，他破钻拳，甭拳啊，法力，法力可以错，他错，他随意变。现在我不说他随意变去，破破不怕，破这就成，就是自然变化，见景生情，随心所欲的顺其自然的东西，这个炮拳，打皮拳，破他了，炮拳这个阵脚一个是顶下对方，一个是井下对方，中国一井炸，一炸，看，真的打了，打的都乏力。可以发力，不容他变化，不容他变化。劈破甭，劈破甭甭呢，变炮拳，变炮拳，破我的皮拳，皮拳变钻拳，钻拳破他这个炮拳，他横拳，破我那个钻拳，我要带，带进的，我这个带也都是往上挂。挂他的是甭拳吧，这一挂他坐进，他讲坐进，我三点式三点式对垒可以震甭劈劈他破慢情况，这是慢的我的劈拳炮拳，我这阵脚钻拳拧过来破他了，他横拳横拳破我这个我不要硬，我一硬他这个我打出去，我要放松，他得粘连着，因为他只在这有螺旋了，粘连着，我是崩拳，破他就给他出手劈，劈劈破崩，劈破崩，炮，炮破这劈拳，这钻拳呢？破他的炮拳，横拳破我这个钻拳，我崩拳挂他，对他力相当凶猛，我挂他，把这点给他破坏，我打他中，叫脚打踩翼，脚踏中门站他位就是身陷难防这法力他寸紧，他跟别家不一样他寸紧法力，他粘住对方的横拳，变皮拳了。他克我的木，克我这个横拳了，他要斩我手，招手我上挑之意，这都是功夫问题的他都是斩，这都是理论性的这他变化，他一斩，给我龙拳，我发力，嚓，还可以给打出去，还可以给打出去，怕的不，这回我还继续崩他，他就是给我斩些无所谓，这个都错的，这十指手十指使的手变化无穷它可以变化，可以锁住都可以向它变化很多了这不都无所谓，都没法说了，都领都都舍了这变化很多变化很多变化他破我这蹦圈了，我继续打这个蹦圈，继续破他继续破他这个破这个还是锦科目仿那个锦科目，但是我变化也很多的了。因为他这里是生生不息变化无穷，他这破趁着劲我后脑海我给打出来这都可以变化，虽然我打他破我无所谓都是他破着我趁着我去，我还可以继续崩我还可以继续崩，顺着滑道打他这个穴位，打他这个有一点的我继续崩，继续破。这回我还崩他，他要变皮拳破。我打了他以后，他一掉步，他都给我破了。他一上步他一个是趟地步，趟我脚这个脚一定要虚的，或者是撩裆或者撩阴或者拐或者别这都可以这手法相当变化很多了。我打那个皮拳，他这手可以粘两下。这时候斩两下，
扣了一下以后，又弹，还是那手弹，啊，我继续崩他，啊，就是你脚大踩不溜行，这是很自然的，你如果踩他，他跑不了，啊，这都可以，啊，或者趟着踩，啊，这都可以。他这手破两下，我这又继续崩，跳，我破了，这可以防住，我便抛出头腕，管他不得劲儿。先分析一下处理，打中，手中，啊，护着正中，滚翻，哎，炸裂啊，很揍啊，炸裂啊，就是还继续踢着，一圈，那个炮圈，他就变转圈了，他炮圈如果呀，他变水呀，他破我呀，能沿轴沿轴，能转错的转错，他破了，也有这么破的。这么得相当快，炮圈，他呢要带，他呢最后他又相生了，相生呢，他这个横圈，他这个是拿大崩圈扣我这横圈，他又扣，啊，他又来，来这又砍住，啊，把力点又砍住，是粘着，转圈，我变转圈，这皮。皮，我这炮圈要护住这天庭穴，啊，肘要吹，要坠，要松沉。他似打非打的时候，紧盯的眼，眼肘就冲着面门，啊，冲面门，啊，不放松的啊，这个手在底下，啊，看着这相当透手，相当厉害，不发。别崩出来，我再斩，啊，这个手啊。来回可以打，啊，脚大踩一，这是基本用法啊。我们再系统的摘一下，对方继续崩我，哎，就这么快，哎，等着他，是吧？以寸为先嘛，不要跑，啊，不要惊慌，要有勇气，要有气质，虚灵挺进。有惊炸，有这个大将的风度，有惊炸力，也贼炸力，啊，炸把这个破他，啊，这个皮圈呢，破他，他在这个崩，必须，啊，这个变化很多的，来，啊，啪，啊，这他就出去了，啊，这皮圈，崩圈，怎么破都有，啊，只为崩嘛，啊，你是有上崩。中崩下崩上坦路啊，他不管怎么崩，高挑低楼面门打来，崩嘿炮，他炮啊，这个变化，我这变化呀，我可以转起破，我可以补调步，可以吗？刚才是阵脚扭，这个打顺步，是吧？顺风啊，相当快，因为我这个停起转错的，手起耳钻吧，啊，他怎么来？我手起耳钻呢？手落翻，啊，脚起耳钻，我落头翻，他落头翻，啊，身上也如此，他不管怎么来，钻进破他，啊，他打着也无所谓，哎，啊，钻错身子，身起耳钻，是吧？身落翻，哈，啊，这变化很多的了。啊，这是劈拳，他可以斩，继续崩，啊，你继续崩，这都可以，啊，但是他打不着，他打也无所谓，他侧面，啊，还是，啊，你看这这个点，这他就别斩住我，他都别斩住我，哎，啊，回手入攻，哎。继续打这皮拳啊，皮拳嘛，破他这崩拳啊，他不管怎么来，啊，这也会劈，你看脚大踩一，我踩着他，让他跑不了，想跑他跑，啊，这么也劈，他再崩，啊，这么也劈，还得劈，再，啊，这也叫劈，劈拳，啊，劈拳是辅助皮物。这手快也不怕他，也不怕快，
啊，如金轮子，那金轮的飞转呢，啊，劈砸他，打他这个角，打他这个角，打他这个歇角啊，任他的任他有打根儿啊，啊，迎击头啊，迎击头，击其尾，打十一串，挑打，劈斩，他钻拳。转过来了以后，这个手啊，比那个手要的手的面门啊，因为对方啊也从我面门打了我那个手的面门，看这手都到位了啊，眼传瞎子也好，这都到位了，三起位端落一分啊，接打没打啊，怎么能有？这他出那手，我以为他出这手，但是心知是面嘛啊，这是抛拳啊，抛拳破台一台，这个钻坑啊，有欺横不降，他给反错劈我，喂，看这一挂，这一挂呀，还是打，还是打，这是崩拳，他抛我这劈拳啊，因为我踢他了，是抛拳，抛我了，我也可以是抛拳，接他，打他，啊，任意变化。这回他不管是怎么打我啊，他随意怎么打我，是吧？我是横拳，仅仅是你都可以破的。把他这个点破坏了啊，一发的，他不管是把铁栅栏都能破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看这个肘子没，肘我怎么看刚才我是没点他。给他划开去，左拳啊，这个左拳，我这船长啊，刚才说炮舰破他了，他一来啊，打过来自闪，嘿，啊，给他挡上了，啊，他也行，变皮拳，啊，随意变化，盖上来，啊，盖上无所谓，这手啊，要护住，啊，这手啊，他有螺旋了。啊，看了吗？什么把镜头啊？哎，他能啊，还得做好，都可以。哎，三打啊，他这变化是相当妙啊。他还不算，待会儿看一看啊。哎，说法了吧？他变化相当多，还是崩、钻无所谓，你随意变。哎，仨、钻，随意任意变化，看。无所谓，他倒是站住，还要往这进攻，啊！形意拳的孙禄堂东西，孙家东西，奥妙就在这儿，啊！他一寸猛，他猛冲猛打，不遮拦的，硬打硬要，硬不怕对方硬，他硬才出去，不怕他硬啊，硬才给打飞了，一惊一乍，变化很多了，啊！现在我们是无所无惧的。啊，这是我们自然变化，那可不让我说的，随意变化的，是坐我们这儿看着他，不容他发，比不动我不动，比欲动我先动，我一出手先，我抢人意，抢人神意，这进击就是这么个路，要神意，不怕他变，不怕他变，踢他，他肯定破，你破都叫他抬。擦海戏，这个劈拳呢可以变横力的，全打过来，当，一下子把你点成咽喉，他都毙命，这个要害，这是踩他，我还可以买他，买他脚，那随意打过来以后，这还是劈拳，后腰眼啊这一踏。这脚这一蹬，他徒弟这是必须猛，必须疯嘛！他不管是怎么圈，加上这圈出来以后，这踹的后脚这他是随意过去的，我们还慢镜头，还得给抽他，踹透的他不跑，跑到完了就在砍上。
他还上我面目打来，立刻的踢，这踢呀，顶当啊，高了他的心火啊，他跑着的探，啊，落不住的打，啊，落不住的打，哎，他不管使什么，啊哈，你看，哈，啊，很随意，啊，把他这个力点呢给让过去。 闪点特，啊啊啊！闪点特，因为他出什么手他不告诉我啊，我全凭临场发挥，我全凭临场发挥啊！假设他还随意，啊，哎，你看，啊，这撩裆了，这撩上了，都擦上了，啊，这圈子没落下来，落下来都劈他，都劈他，他不管怎么过来，哎呦！ 这劈杆呢，他给行李上有推后，我记得，啊，因为我这个失中啊，打了失中啊，这为啥要虐虚实分明呢？啊，实行步，啊，刚才这快镜头，慢镜头啊，慢镜头，哼，让他饺子，看镜头，哎，还是劈，什么也离不开劈，啊，劈杆是最厉害的，啊，这是变，很随意。 让他打他，啊，大伙儿他这个啊，让他打他，啊，无所谓，他还要变，哎，他不用避他，他那时候他上不来，他上不来，哎，他上不来呀，起势，他崩，啊，他崩，慢镜头，不要急，崩，啊，展，继续崩。 继续展，这时候要趁上劲，啊，又裹抱着皮，啊，继续崩，慢镜头，抱拳，还是崩拳，啊，左胯，很简单，搂住，扣住，提住，他展上他来，啊，他抱拳，啊，还破我这个慢镜头，啊，我抡拳，和他，啊，他掩挂，掩挂可以打拳。 可以打横拳，哎，横挂还打横拳，啊，慢镜头，这是我往反打，我要使绷拳，碰他的横拳，绷，继续，哎，打继续劈，慢镜头，啊，进步绷，啊，我是，他球门绷不跟了，我总是绷不跟的，必须紧催他，啊，三角支撑力，啊，力学原理，啊，啊，直慢镜头，还继续绷他，哎。 进科目，这是我上端，我要抬一下，就上端，手心冲里，结果手心冲外，我他，给解开这个扣，破他这个皮。哎呀，他无数，他不管崩多少数，是吧？你随意，你随意，还崩，他继续崩，还随意，不管怎么着。 还崩，我再变，因为他查到我裆那儿去，我错步，啊，这叫错步劈拳，啊，这慢镜头，啊，后拳，哎呀，破我这个啊皮拳了啊，我往后一退，慢镜头，啊，扣下来，一样变化，啊，说是一样变化，但是这个脚啊，抱拳呢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连踩。 再钻，啊，这都可以，蹬都无所谓，啊，这是龙骨相交啊，这都可以。他叫骑横不将，他一翻，翻，还是那手翻落势不见顺，哎，劈我来，还给我破了。当时他可以破，我谁有啊？他又劈，他又劈，啊，往上一钻，就他这个手，他到总这儿猫着。 也无所谓，不怕他动，不怕他动，啊，看了吗？啊，啊，这个变化很多的，我俩无机啊，我俩无机起势，四下，皮拳，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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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。